森林城市，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未来之城。碧桂园集团、EDSB 集团强强联手，协同华为、Sasaki、德勤等全球顶级机构，与新加坡一桥之隔，在伊斯干达特区前沿，创造多个世界之最，打造新马最具经济活力、最生态智慧的理想之城。森林城市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分层立体城市规划设计理念，能容纳几十万人口的城市，地面全部都是公园，没有车辆穿行，实现人车分流及空间的充分利用，地面架空轨道交通路线，立体交通网有机整合，地下两层是畅行的交通路网和充足的停车空间，再无交通隐患、汽车污染等问题。引入智生态的垂直绿化理念，全程搭建垂直绿墙、空中花园和屋顶花园系统，形成天然屏障，具有降低能耗、净化空气、涵养雨水、减弱噪音等作用。建筑外墙长满植物，目之所及都是森林。拥有数十公里海岸、无与伦比的海景视野，与国际重要湿地、海草保护区、红树林等天然资源为邻，采用领先的BIM建筑数字化管理和建筑工业化施工，高效环保，拥有超越时代的建筑品质。与国际顶尖科技巨擘华为集团、Cellcom 天地通达成战略合作，全面升级城市功能，共同打造全马首个智慧之城。从能源、生态、城市运营上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，将引入顶尖国际学校，吸引高精尖人才，打造尖端教育城市，智能安防体系，封闭式管理，毗邻新加坡，打造智安全城市，打造智慧城市系统，丰富的娱乐配套，圈层交友平台，让人们享受宜居生活的美好。城内汇集多种交通方式，无缝衔接，让人们的生活便捷高效，配合区域的产业优势和需求，多重优惠政策保驾护航，将引入金融机构、公司总部、会展、电商、旅游、养生与各类创新产业，打造产城融合的活力之城，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，特区中的特区。这里首期将建造交通中心、滨海商业街区、国际会所、游艇酒店等配套，满足生活娱乐所需，更计划打造首个免税岛和国际购物天堂，引入高标准医院。房子永久产权约377至538平方英尺精装酒店式公寓，由高星级酒店提供全方位服务，尊贵享受，便捷舒适。约807至1883平方英尺高层公寓，户户看海，带精美装修，建筑外墙垂直绿化，部分户型带入户花园，户与户之间巧妙错落，充分保证私密性和通风采光。首期4栋洋房，下楼即可享受沿海商街、无边际泳池、会所等缤纷都市配套，更有约2690至5920平方尺环海别墅独栋享受，四面均配有大花园，直面一线海景，部分户型带私家电梯，超大卧房带大露台、衣帽间、书房等。碧桂园集团、EDSB 集团超越全球顶级城市标准，以国际视野打造未来之城，森林城市，一片能让全人类为之骄傲和向往的乐土，为全世界未来的城市树立一个榜样。